今年第一季，巴菲特担任 CEO 的波克夏海瑟威公司大量减持苹果的持股部位。根据波克夏最新的财报显示，虽然今年第一季苹果仍然是波克夏最主要的投资项目，不过呢，这个季度波克夏大举抛售了大约 1.15 亿股的苹果股票，而这已经是连续第二个季度的减仓了。去年第四季，波克夏只有小小减持了大约1000万股，但是呢，当时就引起了市场的瞩目。而如今呢，波克夏的财报中呢，苹果的持仓市值是大降到1354亿美元，相当于波克夏持有的苹果股票的部位从去年底的超过9.05亿股减持到7.9亿股，减持的比率大约是13%呢。巴菲特的决策之下，连续两季开始卖出苹果的股票，是苹果不香了吗？欢迎收看 Today 才知道，我是阮慕驊。波克夏去年呢第四季少少卖了苹果的股票，当时就引发市场的议论。因为长时间以来，波克夏对于苹果股票是持续增持的，而没有减持的。例如呢，波克夏在2020年的第三季跟第四季曾经呢小幅的减持苹果的股票，之后呢在2022年是持续加码买入苹果股票，2023年的第一季再次加码了2000万股之后呢，波克夏呢当年的第四季呢开始出售大约1%占比的苹果持股，那平均卖出的价格是184.64美元，推估波克夏净账了18.46亿美元哦。但是今年第一季，波克夏海瑟威减持苹果的股票份额相当惊人就不是小小卖了，而是大大卖出了。由于大量卖出苹果持股，因此这家公司的现金储量增加到创历史记录的1891亿美元。由于苹果股价在今年第一季是下跌了11%，但是呢，波克夏所持有的苹果投资的价值从去年底的1743亿美元降到了1354亿美元。换算苹果股价的跌幅之后呢，我们可以得出波克夏海瑟威呢大约是出售了1.15亿股的苹果股票。这等同减持的比率大约是13%了。目前这家公司持有苹果股票的部位仍然有7.9亿股，对比去年第四季持有苹果股票的部位大约是9.05亿股，以当时价值大约是每股174.1美元来计算，单一苹果股票就占了这家超级巨型投资公司整体投资部位比重的50%。那对于卖出苹果，巴菲特本人在股东大会上的解释说是呢基于税务的考量，并不是苹果这家公司有什么问题。他甚至还说苹果是比美国运通跟可口可乐更好的公司， iPhone 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产品，美国运通跟可口可乐是波克夏仅次于苹果第三跟第四大持仓部位的股票，分别占有8%跟7%的占比，其余前五大持仓的股票还有第二大持仓部位的美国银行占比是10%，以及呢第五大持股的 Chevron 占比是5.4%。这些公司呢虽然都是波克夏的重仓股票，但是呢明显比不上苹果在巴菲特心中的地位嘛。那也正因如此，波克夏卖出苹果等于说呢巴菲特决策卖出了这家公司的股票，而且是减仓超过10%，在一个季度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完成这才会造成这么大的震撼。那尽管巴菲特对这家公司仍然是好话尽出了，但是俗话说嘴里很甜，但是身体很诚实就我个人来看，单一税务考量实在难以说服我，巴菲特心中并没有对这家公司的未来前景产生动摇。苹果执行长库克在波克夏海瑟威股东朝圣大会当天也现身会场苹果今年第一季财报在波克夏股东大会前的几天发布了，那是好于市场预期，同时宣布史上最大的1100亿美元的库藏股的回购计划并且呢再次加发股息差不多4%到每股呢25美分的股息，而使得苹果的股价是一扫今年一直下跌的阴霾，隔日呢就大涨了6%，那使得呢股价终于在5月初是回涨到了年初位置附近了，等于说回复了超过10%的跌幅。但是呢好景不长，波克夏呢大卖苹果股票的消息会不会让苹果的股价再吃一拳，这就要看其他的法人机构会不会跟进卖出了。那未来还有波克夏对于苹果股票的持仓动向也是很关键哦，也就是巴菲特会不会再继续卖下去。我个人觉得呢6月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以及呢年底 iPhone 16都是影响苹果股价的重要关键。如果苹果再拿不出什么令人惊喜的这个创新恐怕未来不会是只有波克夏一家公司卖出苹果而已哦。才知道推出你问我答的新企划咯，欢迎观众朋友加入 Live Today 的理财官方账号，点击我要提问，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每集节目的最后随机回答一位观众朋友的问题哦。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也欢迎订阅节目频道，就不会错过芯片咯。 Today 才知道，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周一到周五 Line Today 的理财影音分类准时上线。